然像我们刚跟朋友啊，我们也会跟朋友出去，但是我们跟朋友出去聚餐的时候，我们会考量到说，我今天来这边用餐，我可能要一整天或一个半天，但是上厕所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想好可能附近哪里有厕所，然后再去挑选餐厅。但是经过朋友跟我介绍之后，我发现因为他本身的空间已经不够，然后老板店家也愿意做局部的改善，让它成为一个无障碍的厕所，那我们在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整天坐在这里，不需要说想说等一下我喝太多了，我要到哪边去上厕所，就是不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其实厕所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有遇到你们的团队，然后来跟我们做建议，然后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一忙竟然忘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听到你们的建议之后，我们就想到马上反映老板，然后老板也非常非常乐意去做这些事情。应该说我们空间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却在某些地方可以补足却没有补足，那是非常可惜。那就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一定把它做到最好。友善的话应该这样说，因为当初这样的店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是想要创造一个比较舒适宽敞，然后让大家可以悠闲聊天的环境，然后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希望来的是任何人，所以我想说友善的话应该就是能够让任何的朋友或想来的人都可以进来。